说跟同一个光荣的祖先，我们心连着心，心连着心。大树，我们根连着根，同一个光荣的祖先，我们心连着心，同一条善良的血脉，我们还连着爱，同一个勤劳的民族，我们魂连着魂。悄然山林，让山林充满欢笑，让欢笑酿造安宁，让智慧清晰日月，让日月装满纯真，让纯真化作力量，让力量铸就乾坤。哦嘿嘿让鲜花充满山林，哎嘿嘿嘿呦，让欢笑酿造安宁，让智慧清晰日月，让日月装满纯真，让纯真化作力量，让力量铸就乾坤，哎嘿呦，让力量铸就乾坤。替你报当年的仇，杀！窜出一批人来啊！那都是我的部署从后面围上来了呀！快撤！不要再追了。只不过人多，我们人少，也吃亏了。快去收拾他们的食物、兵器和死伤的人。雷神可是个瘟神啊，咱们还是远远的离开他吧。对，你说的对，南都啊，咱们避开他。对，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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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们漂了几天了。哎，已经这么多天了。天嘛，就是太阳升起，再从那边落下来，就是一天。爸，那月亮升起来又落下去，也是一天吗？孩子，那不叫一白天，那叫一黑夜。那有鱼，给我看看，让我看看。来，可以。妈妈，让我来，我不怕去。我来，让我来，我不怕。给我，给我，让我来。好，妈妈，让我来。妈妈，哎，好，就这。钓上来了，太好了，鱼鱼，哎，鱼，快！哎，脱钩了，用力钓鱼呀，就不能性急，得慢慢的来。嗯，来，再来。嗯，好，就这样。夫妻啊，你看，这么多张嘴，一天钓不上几条。孩子们天天挨饿，这怎么行啊？是得想想办法。你看，哎，啊，钓着了，钓着了！来来来，爸，快来啊！哎呦，拉不动，使劲了，一定是大鱼。来，哎，快，用力，夫妻，来，让我来，快来，给我。哎呀！哎呀！好大一条鱼啊！好了，哎，夫妻，你看那是什么？啊？什么呀？那是什么？是马。就叫他龙马吧。哎，夫妻，夫妻，你看呐，那个马背上有这个，这。对。你看，这个。哎，让我仔细的看一看，他身上有好多白点和黑点。女娃，快拿树皮来，拿树皮。哎，红心圆为白点，实心圆为黑点。这，夫妻，啊，这。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明白，这龙马是天地造化之物，一定含有难以知道的天机。让我好好想想。女娲啊，太阳升落，右是东，左是西，上是北，下是南。什么什么什么？右东，左西，下南，上北。对呀，我想这就是天地间的四个方向。天地合一，日夜运转，就是六减一得五。七减去二得五，八减去三仍得五。九减去四还是五，十减去五还是五啊！哎，夫妻夫妻夫妻，什么是一呀？二啊，三呢？四啊？五，哎，六，七，对，八呀，九，这就是数，这就是数啊！天地间万物都有定数，对，女娲就是这样。数，大妈，我懂了。我数给你们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不对呀？对对，我的眼真是聪明啊，这就是数。
哎呦！啊！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了？啊！哎呦！这里疼啊！这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多的人肚子疼，肚子疼啊！教练，咱们快回营地吧！回营地，快回营地，快回营地，回营地！哎呦，疼死我了！哎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丑女，丑女。快回营地，首领病了，马上回营地。快快！首领。就是这种东西，对对对，吃了就好了。哎呀，太苦了，太少了，都吃下去才管用。就吃吧，吃吧。来，哎，真是好多了。啊，去吧。这个丑女还真够神道的。是的，那次大水以后，我从树上把它捡回来，本打算饿的时候啊，拿它填肚子。没想到它长得这么丑，还有这种本事。来。朕，咱们部落的人病到得有多少啊？有一多半吧。这个地方怕是有妖怪。咱们得另找个地方。雷神说的对，上次咱们到这边来，少随在路上偷袭了咱们，让咱们吃了他的亏，这回可得多加小心呐。陆部落就剩少随一只人了，我看咱们是不是把他灭了。首领，上次天塌地陷，大洪水吞吃了那么多的人，咱们部落剩下的人也不多了，要灭掉少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老的老，小的小，还有一多半人拉肚子。要灭掉少随，还是等以后有了机会再说吧。
雷神说的对，你多带些人到各条道上去探查探查，别再让少嘴钻了咱们的空子，偷袭咱们的营地。舒灵，快过来，你们看那边。是人还是怪？怎么能在水上走呢？那东西上还有野牛，是野牛推着他们走啊？不，那是一张野牛皮。野牛皮怎么能在水上走呢？伏羲，你看啊！伏羲，你快看呐！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来到了陆地。孩子们，你们看呐！啊，太美了！我要记着这一天，我们终于靠岸了，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啊，伏羲，来，燕跟着我。嗯，来，走啊。哪儿去了？知道。怎么办呢？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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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这个？是的，这几天不能吃烤肉，只能吃着捣烂的树叶儿，再喝一点水。好，烂树叶要吃，烤肉也要吃。连神，走。我给你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这孩子是谁？他是伏羲的儿子。伏羲还活着？他还活着，我看到了他。他和女娲在一起。女娲成了他的女人。你说什么？哇，他竟敢背叛我，背叛我们的雷部落！我要亲手杀了他们！你这个坏老头，你打不过我的，你快放了我！瞎子，这瞎兔崽子还挺厉害呀！掐死你我！慢。先留着他，等出战的时候拿他祭神。来，孩子，去吧。去吧，去吧啊！去，难吃死了！这是什么？这叫竹笋，吃几口就习惯了啊。嗯，不了，我们想吃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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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们想吃鱼，想吃鱼。听话，妈妈，听话。来，孩子们，一人一块儿，给。吃吧，啊，吃吧。你都分给孩子们了，那你吃什么呀？吃吧，吃吧啊。想盐了吧？我们也想盐了。妈妈知道，我们都想盐。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会不会被狼吃了？别难过，盐这孩子很机灵，不会有事的。但愿上帝能保佑他。我们还想吃鱼，妈妈还要吃鱼，妈妈我还要吃鱼。孩子们，鱼没了，如果还觉得饿的话，就吃点笋吧。啊，不吃那个吗？孩子们，
鱼没了，想吃呢，大明天再钓。竹笋呢也很好吃啊，你们看，啊。嗯，怎么样，好吃啊？哼。嗯，哎呀，吃吧。孩子们在木排上这么多日子，已经习惯吃鱼了。可每天用鱼钩来钓，能钓多少啊？是啊，这地方河多塘多，鱼一定很多，就是水太深了，钓也钓不上，摸也摸不着，怎么办呢？是啊，要是有办法把鱼弄上来，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是啊。哎，你看这是什么？哎，你看什么？哎，你看，嘿，那不是蜘蛛吗？哎，你再看。咱们也照蜘蛛的样子试一试，怎么样？哦，你是说我们也照蜘蛛的样子也造一个？造个网。网？对，就叫它网。天地间只有人能受大自然的启示，效法大自然想出这种办法。咱们今天就效法蜘蛛。小心点啊。树枝拿来了。啊，来来来，来给我。哦，哈哈哈哈，走，我们打鱼去。好，走。不行，这没用的东西，大鱼在深水里它够不着，小鱼呢它又漏掉。
来。是马，哎，女娃，你看，是马，马。女娃，咱们可以用它来编网了。行吗？试试看。哎，不行，马快没了。哦，就差一点了。女娃，这是我们俩制成的人间第一张网。啊！鱼，我们有鱼吃了！我有鱼！哦，一条大鱼啊！大鱼！大鱼！这野猪真大呀！啊！好啊！好！哎，我说。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休息休息。哎呀，放下啊，休息了。哎呀，哎呀，这头野猪真大呀！是啊，哎，这回咱们可以换换口味了。是啊，有的吃了。就是朕，咱们陆部落好多人都是被他杀死的，咱们上马。好，怎么？你们从这边，你们从那边，把他们围住，别让他们跑了。
来，起来，起来，起来，时候不早了，快走吧，起来，哎、走吧，来吧，哎呀，啊，来来，哎呀，累死了，哎，哎呀，抬起来，哎，哎呦，哎呀，嗯、哎，跑不了了你，你是，真是，你的老对头，路不落的少随，啊，少随。啊、快跟我冲冲冲快、啊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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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快快撤啊快追上他别让他跑了啊真大呀真大呀是啊这下我们有食物了太好了呀是啊我们要饱饭还有好的食物啊孩子雷神还要吃它吗？是的，不吃病好不了。嗯，雷神，嗯，怎么了？雷神，我今天打回一只野猪，本想让大家饱餐一顿，没想到半路遇到路不落的少随打劫，他仗着人多势众，抢走了野猪，扶走了我的部随，上天保佑，我才逃了回来。少随。少随